乡朋友们大家好，以及现场所有亲爱的嘉宾朋友们，我是永文。今天真的非常的荣幸呢，能够接受主持人的这样的邀请，那在这边呢和大家一起分享那自己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真的呢，随着时间这样的不断的推进，有感受到每一天呢在超码学习都给自己无比的欢乐跟阶段呢，也带给自己就像是重生般的这样的丰盛跟富足。那自己真的非常的感恩，在一年前呢，因为自己的接引人百荣，那就是我的好邻居，与永文分享了这一本非常棒的超级密码书籍。那同时呢，永文呢也网络的导师的这样的一个引导，于是呢，自己呢就赶快呢很积极的、主动的报名了去年6月29号的身心灵的滋养班。哦，真的非常感恩呢，就是因为在那个当下呢，让自己呢真的就开启了在我的人生当中非常崭新美好的这一页。同时呢，真的很感恩，很感恩，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就接触了自己和超级生命码系统，以及呢和太阳镇的导师这样的一个千年之约的师生缘。那这个呢，在超级生命密码呢，它是讲科学哦，不讲玄学的。那因为超码的殊胜，所以带给了无数人、无数个家庭呢，他们这样一个的生命的奇迹，那翻转了太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地图。那同时呢，也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命中的际遇啊，跟这样的一个啊，他们的可能本来的遭遇。那当然呢，我们呢也是啊的其中的之一的幸运儿，也真的跟天地的啊新宠儿。那在超级生命密码呢，带给自己呢，除了在工作能力上的提升之外呢，那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那让自己呢和先生的感情非常的加温，哦，非常的这样的感情恩爱。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亲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和谐，一家是和乐融融，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恩。那自己呢本身是一个从事医事人员呐，啊，也就是啊，目前呢是负责在2岁到6岁啊这样的从事啊。应该说接受好，我们早期疗愈就是需要接受语言治疗的治疗师。他自己的服务对象呢，大部分都是语言发展迟缓啊，或者是就是像一些相关的障碍啊这样的类别的个案。那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天真活泼又可爱，但是呢，他们的语声呢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的诸多的限制跟障碍，所以呢影响了他们的这样的学习。所以真的呢，真的是啊，考验着我们这一群治疗师，对，因为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他们不像一般的这样的孩子一样，对。那除了自己呢，自己就真的发现一定要具备无比的耐心之外，还要有个专业的能力、丰富的经验。那最重要呢，就是要有个满满的正能量，对，就是正能量。自己好感恩来到超码的，真的自己就发现一切都是能量所幻化而成的。而且呢，真的能量呢是取决于一切。那自己非常感恩呢，自己呢在超码，因为心门的打开，听话照做，那就是我们的如法实修，所以让自己的身心也是这样的不断的聚合，当自己的能量场呢在不断的提升稳定之下呢，在和每一个个案这样的个相处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呢懂得呢善用导师所教导的做的方法还有法宝，对，然后就发现真的。自己呢很感恩，就是在一个感恩之心之下呢，去营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和谐的这样的充满爱的能量的氛围。对，那因为自己的正能量呢，就是去这样的去带动、去引领这一群每一个这样孩子他们一个正向的发展，跟让正气能力的这样的提升，所以真的呢，哇，成效呢跟疗效真的是大大的提升，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而且。帮助一个孩子其实就等于帮助一个家庭，因为一个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位伟大的母亲这样的一个推手，那还有一个家庭这样的一个部分的支持，所以真的呢除了呢可以节省就是我们的疗程这样之外呢，真的就是也是在累积自己的福德功德库，所以真的非常感恩超码。那另外呢自己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就记得呢自己就是在跟一位过动症的孩子交手，自己为什么用交手来形容，因为真的就是一种能量场的较劲，因为它会有很多的问题的行为，那在当下呢自己一旦察觉的时候呢，就赶紧呢用导师所教导，就是要去转念，
因为自己的执着心一旦一转念之后，就发现，哎，是执着就变成了一个智慧，自己就发现了，哎，这个过动症的孩子他的想要、他的需求在哪里？那因为他的想要、他的动机就因此而大大的提升，那自己呢就顺势而为的，那这样子的疗愈的目标呢，就放在呢，哎，他这样的一个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当下，就发现真的就是四两拨千斤了。所以为什么以前在加入团玩之前，我回到家就累得像条虫一样，连话都说不出来，因为真的能量都耗尽了。而现在你再到现在晚上呢，我就发现我真的是能量还是满满的，因为说话其实真的是非常耗能量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那另外呢，在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无口语的这样的孩子求助我们，那也因为自己的能量场这个部分的具足，他就发现自己的心变得细腻了。那自己的观察力也变强了，那就因为这样子的，在每一个当下呢，其实在遇到的那个问题的时候，自己呢就发现会有很多的灵感，以及呢在治疗的策略上面，哎，是这样的一个，它就是像涌泉一样就涌现出来，所以呢就发现自己问题能力真的变好了。那同时因为能量场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呢，哎，真的就发现哇，和孩子之间这样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和谐，所以带给自己一个非常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在。那另外呢，要跟大家特别分享的，就是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呢，在我的个案当中，假设有十个孩子，那真的呢，他大概就有比例大概有三个到四个，那他可能是因为在某个阶段，他可能应该会存在一些像情绪障碍啦，或者是像人际互动方面的问题，而被转介到一些疗愈类别，比如说像心理治疗、戏剧治疗，或者是像艺术治疗，或者是呢音乐治疗。那其中这个音乐治疗呢，它确实是经过实证医学，那确实呢，它可以达到我们的治疗的成效的这个部分的这个领域。那这边呢，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因为音乐治疗本身呢，假设以自费来说呢，其实它一个小时哦，学费要高达1200元的附近。那一个月四次，那通常呢，期间会维持三个月，甚至到半年或一年。那确实呢，真的呢可以帮助这些个孩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当这样的费用累计计算下来，哇，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呢也要耗费出很多的社会这样的成本资源，以及家长这样的付出的时间跟心力，所以真的我们很感恩，就是太阳课的老师他的大爱他的这个部分，那在每一年呢，就是在我们的夏季还有我们的秋季，那办了很多场的这种大型的音乐会的这样子的活动，因为在过去你们就一直在观察，就是很多的疗愈治疗的疗、教育的愈、疗愈的领域呢，其实都一直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它都是在我们仅仅在于在我们的身跟心的部分。那我们 WHO 还有很多医生你去问任何一个心理医师或心理师，他都会说我们一定呢要健康，就是身心灵要健康。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可以涵括身心灵，尤其是灵的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后来一直到遇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才知道原来导师为什么要去创作这么多的书籍，以及要举办这么多的大型的大大小小的讲座，包括音乐会活动，是因为真的呢要赶紧呢要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接受到天地的祝福。那就在10月24号，那大家知道吗，四个小时我们的门票费用才多少？500元，真的，而且还送给参加的人一本非常精美非常棒的身心的书籍，那导师自己自掏腰包，所以真的很感恩导师，真的是我们全世界最发心最有行动力的志工。那真的呢，我们一定要本着就是爱出爱返这样利人利己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要去积极力邀去分享给我们身边的所有的善良的有缘的朋友们，真的呢10月24号的活动真的不能错过。那尤其呢在10月25号，刚才燕彤主持人也与大家分享，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身心灵这个疗愈的部分的实修之间的课程。好，那另外呢，也文呢也很感恩，就是其实自己在加入超马，在过去其实自己是一个很负面的人，对，那回想刚才有提到婆婆的问题嘛，对，是真的。那自己当初其实真的也是出发心就是跟先生说把婆婆呢从乡下接回来这里和他一起
好，就是孝养他。可是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的比做的简单，对不对？好，因为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境考，那于是呢，哇，看女人的本性就出来了，就会开始抱怨、埋怨，就会想说，哎，为什么先生手足这么多，但是呢，只有哇，我先生跟我。还有我的好帅哥，我们的家的儿子，那一起这样子守护着阿嬷。那其实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更好，但是因为自己逻辑思维不同，所以我很不快乐。好，而且就开始去批评做到的这些亲戚，所以关系会好吗？一定是不好。跟现在冲突呢，也是真的与日俱进。那孩子一定是受苦在当中。对，那后来就是很感恩，就是来到超马，真的就是自己哦，在心法当中呢。很久的哈，就是在加入超马，大概前面的一两个月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在心法里面呢，就突然哇，我看不到什么，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自己啊，就是过去婆婆呢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恩情，自己呢内心是充满了感动跟感激，好，这个而且这种深深的这样的忏悔，所以就啊，原来就是超马告诉我们，这是好，尤其是老师教导我们，就是说因果定律它是真实不虚的。他不是一家人，他不进家门。对，所以真的很感恩，就是哎，思维逻辑通了，所以就很感恩，就是在这一世呢，哦，婆婆能够让我们有孝养他、孝顺他的机会，来累积我们的德资粮，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在这一世呢，这个当下呢，啊，去圆满在过去这样的不圆满的课题，而在今生呢，赶紧的去做这样的把握跟这样的一个啊到位。所以就这样子，哇，就等于化解掉了那。现在也发现我不一样的，那妯娌之间也发现，我怎么就是因为看到他们就觉得很感恩，他们对我的包容，所以真的所有的关系就因为这样子而180度的转变。好，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要感恩，第二个要感恩的部分。然后第三个呢，因为婆婆呢她本身是一位轻度的失智症，还有巴金森氏症，那还有就呢就是她长期洗肾，那洗了16年好之久，那身上的血管真的啊已经。没有一处可以用的。好，那在今年的年初呢，也从我们的颈部临时管不能使用而扎到我们的腹股沟。那腹股沟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容易感染的部位，同时呢你要行动，你要行走，所以造成婆婆在家里不断的跌倒，所以也造成我们在照顾上的一个很大的那个隐忧。那真的很感恩，虽然婆婆没有在超马修行，但是因为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感恩天地爱的波转，居然就一位医师哦，他主动就说，要为我的婆婆好再去找一条好去做一条新的人工血管。在我先生他已经呢去寻觅了很多人介绍的名医，都没有办法，这个医生挑出来，而且他说他愿意好，就是说因为材料费好，因为他需要自费好高达15万元，他也自己主动去找厂商来帮我们处理。所以这些并不是眼文还是任何一个人，还是我先生自己刻意去安排的。那这些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如法施修，我们的德资粮够的时候，就会因应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想要跟需要，天地就会这样的爱的波转下来。然后呢，你做了血管之后，还不需要要人用哦，所以真的很感恩血管，好，人工血管做下去之后，真的可以洗肾，可以用了，所以很顺利的就把腹股沟的这样的一个离子管就拔掉了。哇，就觉得很感恩，好，这样子可以让一个老人家好，真的免除掉很大的这样的身体上的折磨跟病痛，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恩超级生命码系统。另外呢，刚聊在身体的部分哈，因为在加入超码之前，其实因为自己的负能量很大，自己那时候都不知道，所以会有像头痛的问题，那当然睡眠就。好，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不好。自己过去的也尝试了很多方法，包括去心脏科吃安眠药，可是觉得那是药我不想吃，我也不敢吃。后来就有朋友说，爸你喝点小酒好了，好像比较好入眠。怎么知道越喝酒量越好，还是睡不着？对，而且除了这个部分呢，还要去代谢到这些不好的这个负能量的食物都进入到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肝肾啊所有的这个负担。后来就很感恩，就是来到超级生命码系统，在自己加入的前后的大概2-3个月，就发现头痛的问题不药而愈了，当然睡眠也因为这样子就变好了，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恩。那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今年的6月28号的实作实练的这样的课程之后呢，很感恩就是英奇营长给演文的这样的提点啊，因为着演文的愿意，因为演文的想要，因为演文的清楚跟明白，于是就发了一个大愿，
在大院之后呢，哇，就真的很对你们很就是很神奇的，就是有几件事情，那包括身体是最重要的。那因为头痛的问题好了，对，所以呢，哎，接着肠胃的好、哦、这个气呀、啊，这个整的部分，以往的当然胀气的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就是腰椎。之前会有腰椎偏位这样的一些症状，它也解除了之外呢，还有就是我最亲爱的我的阿娜达，我的老公呢，他就因为自己能量的提升，然后呢就这样子与他，好，我就发了一通 LINE 而已，好，我就觉得发完之后，我觉得自己之后看完觉得好感动，对，因为那种，因为我们知道说话都是一种能量，好，那在自己好泼出去之后，第二天他真的呢就来到了我们超级生命脑系统。让你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对，因为过去自己曾经想过这么好的系统，为什么家人没有办法到来等等之类的，那其实也在于自己的明白了悟，自己的放下，还有自己的愿力，因为所有的能量是来自于我们的愿，一旦你的这个部分愿力出来呢，就会带动的一切的能量场的这个部分的提升，所以因为这样的夫妻，我们的感情也越来越好，那当然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样的自信心越来的啊越提升，家庭越来越和乐跟圆满。那如果呢，在您听的当下呢，或许你只是一个可能还没有加入到我们超码，真的欢迎你呢，赶快来做实验，也唯有实验呢，才能去发现啊，在这个后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宝藏等着你来带回去。那如果呢，你已经在超码已经开始呢，已经开始休息的话呢，真的呢，一定要全然的打开心门，全盘的去接收导师所教导的一切，那所有的美好、丰盛、幸福呢，就等着大家。好，那以上就简单分享到这边，非常感恩。